是故乡民，吾还是老家的亲喽。刘先生是生在这里，长在海外。哎呦，这个龙门阵摆起来可就长了。我的老父亲原本就是这嘉陵码头的木船帮老大，我呢，就是生长在这嘉陵巷子，从小可以说就是喝着嘉陵江水长大的嘛。小时候我在那个江里啊。 打着光条条，有狗刨梢，哎呀，这一辈子都难忘啊！可惜我的老父亲在台湾临终时啊，嘴里头念叨的都是"嘉陵巷十八路，嘉陵江水好清凉"哦。这一带是政府特意保留下来的巴渝民居建筑，请刘先生。 还有这古城门，是专门供人们参观和考察的。哦，太好了，考虑的太好了。这样一来，儿子就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，儿子又回到了你故乡的十八路上了。父亲，你放心吧。 这几十年来啊，我这思乡的情怀，就像这黄果树的根根，哎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呀、啊。记得那个小时候啊，几十年前，我们那还穿着茶褂裤嘛，就去爬这个黄果树，摘那个黄果泡，哎呀，吃起来那个味道啊！ 有点甜，有点酸，还有点涩。哎呀，不摆了，说起来都要掉清口水呢。没想到几十年过去，这老城墙是风光依旧，这黄果树是越长越雄得起喽。<笑>这嘉陵巷真是一幅绝妙的巴渝风景图。 这一带呀，经常都有外宾来参观和访问。哎，这好，这好。哎，这样，你帮我录下来啊，这些珍贵的镜头，我要带回到台湾啊，让我的熟人、亲人、家人都看一看。我刘雄奇，就是这棵黄果树发出的树根根，长出的肥叶子，哈哈哈哈，忘不了啊，嘉陵江，嘉陵汉。 十八路，更忘不了这黄果树啊！<笑>哎呀，同志，你找哪一个？大嫂，你是？哎，先生，你找哪一个嘛？你肯定认不得我了啊！哦，我就是刘三爷的儿子刘雄奇。 小妹儿水娃子噻！哎，个背是倒塌的，你是硬是水娃子回来了的嘛？他不是。哎呀，水娃子，哎呀，你就是发福了哇！我简直认不出来了。肯定认不出。我是周家毕业，哦，小妹叫芒子妹儿的嘛。芒子妹儿啊！<笑>
哎，请问，那个周大伯还好吗？哎呦，去世好多年了。哦、哎，你老汉好吗？他都怕有90岁了。前年在台湾就去世了。他临终的时候啊，他告诉我，一定要回家乡去看一看，啊，看看父老乡亲，要为家乡出点力，做点好事。再还清他以前欠下的人情债呀！哎呀，你千里万里的跑起回来，回来就算不容易了，你还那么客气？哎，水娃子，坐呀！哎呀，坐。水娃子，嗯，我喊你起还是亲热点啊？忙什么？对呀，就是。坐，你坐哈，坐。那个嘛，倩倩，倩倩回到了娃儿的时候嘛，亲热点。是啊，好多年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家里哈后头来的一个祖父，他就是那个杂货店的老板蔡天宇。哦，蔡老板。啊，金玉有方，造福乡邻喽！不，你不要喊我蔡老板，喊我小蔡就是了。哎，以后还请刘先生多关照哦。今后把这个店发展一下嘛，把它搞一个连锁店，这个是世界新潮流哦。哎呀，我们那个小本生意想都没敢那个想。哎，引进外资嘛，现在不是讲究改革开放吗？重庆又是西部开发的重点，我看是大有希望哦。哎呀，水娃子，我看到你啊，我就想起你老汉儿。你老汉儿那个时候是木船帮操老大的，哦哟，好威风哦。哎呀，想起我那个老汉儿硬是好造孽哟。那有一年呢，我记得他从河川盐井放船到那个涪陵去。哎呀，一出去就是半个多月，在半路上啊又遭棒老儿抢了，回来的时候啊两手空空。哎呀，你老汉儿哦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拿起个秧歌脑壳抓到就是一顿的打呀。哎呀，打得我老汉儿好造孽哟。后来还扣了他3个月的水脚钱的嘛，你记不记得？对头，有这个事情。过后我老汉儿一提起这个事情呢，心头就内疚得很，他说他有机会回来，一定要当面向你的老汉儿道歉。可惜现在两位老人都做古了，只有我来代表我老汉儿向你深深的道个歉啊！哎呀，水娃子，哎呀，不敢当，哪个弄个呀？我是摆哈龙门阵，顺便摆到这里来了。哎呀，刘先生，你不要多心哈。你叫我刘先生，我才要懂你的心。啊，叫我水娃子、刘胖子，我听起舒服，安逸。水娃子。对，走，摆龙门阵。哎呀，刘先生这次回大陆是来投资的，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一辈的事还一辈嘛，我们大家说点高兴的事情嘛。刘先生，我们再去参观老院子。哎，好，我去看会儿再来啊。要得，你看一会儿嘛。哎呀，那些地方都是你跑过的。哎呀，这个古朴的小院子，还是我当娃儿时候的印象，保存得非常完好啊。政府每年都要拨一笔款子来维修这些百年老屋。这样吧，这笔钱呢由我们公司来出啊，能为政府省一点呢就省一点喽啊。哎，刘先生，故地重游感想一定很多。哎呦，蔡小姐，你像个新闻记者在提问喽。衣锦还乡，心头肯定有很多话想说。当年薛平贵衣锦还乡当了皇帝，还上演了一出大灯典当嘛。哦，蔡小姐，啊，听了我一说，你还是个戏曲爱好者哟。哎呀，小女子略知一二。哎呦，算是遇到知音了啊。哎呀，我这几次回来啊，啥子都满意，就有一条。哪条？没有过到穿戏衣儿。哎呀，现在呀，喜欢穿戏的人已经不多了，
看嘛，我都改行做生意了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川剧好啊！你想，我们在海外的同胞成立了川剧票友会、京剧票友会，我呀每个星期不去欧两剧，那个心头就不舒服。我这个人只要一听到老丑状，我精神一下就来了，啥子烦恼都没得了。哎，刘先生，你既然有那个雅兴，你不妨在那点给我们露一手，让我们包哈耳福眼福。那就献丑了。哎，过来一个高点。过了过了。哎呀，川剧有一个戏叫《秦探》啊，有个王奎，他那个定场诗啊是非常有味道的啊，我来试哈啊。好，欢迎。玉殿传金榜，君恩赐壮头。今夜洞房坐，哎，心事却如秋啊！哎，刘先生，你既然能够爱好戏曲，肯定京剧也唱得很好哦。你给我们再来一段京剧嘛？那就更加出丑了。大家都熟悉得不得了的那个《蜀山七剑》帆船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帽子扯了啊，这样。蜀山立了红铜县将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眼我心好参国王的君子，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应转于我的三郎八行船，就是苏三把命端来身边劝嘛，我也当保皇位呀。哎呀，唱得太好了，李先生。哎，陈小姐，该你来露一手表演一个咯。大强能够嘛，我们两个合唱一段黄梅戏里头的天仙配的一段。夫妻双双把家还，要得要得，来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露水青山带笑颜，还要随破浪的风雨，夫妻恩爱苦也甜，你我好比是张约翰，张大哥。我刚才一听到那几句《苏三起解》呀，哈哈，我就知道是你老弟回来了。张大哥，有几十年了，未必然还没用扁吗？字正腔圆，那个炉火纯青啊。张大哥，过奖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开校庆会，你就是来的这一段。现在我老了，嗓音。我两鬓染霜都不言老啊，你还言老？正当年嘛。真是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。哎呀，刘老弟啊，你这次回乡是探亲访友呢，还是另有公干啊？二者皆有之。这样，明天我请客，请大家聚一聚，好好聊一聊。苏华子，那个你请客哟，我要请你。我给你推豆花，做腊肉，炖鸡汤，要不要得？能够。按照老规矩，新客拜做客。我先请客，你后请客，我再来吃你的推豆花、炖鸡汤、煮腊肉，要不要得？哎呀，我请你耶！哎呀，说起那个炖鸡汤啊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情。我跟你说嘛，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的样子，我妈呀就炖了一锅鸡汤。叫我呀跟你那个老汉儿端起去，我就端到那碗鸡汤啊，边走啊，哎呀，闻起好香哦，我好想喝呀，哎呀，亲口水都在流，我就
喝了一口，哎呀，喝一口啊，哎呀，硬是好鲜儿了，我又再喝一口，又喝一口，咕嘟咕嘟的，哎呀，就喝了半碗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哪个办的？我灵机一动，我就跑到家里哈儿茶馆头去兑些开水，就给你老汉儿端几斤。哎，我刘三爷鸡汤端来了，你老汉儿就端了就喝。他说：“啷个呀？今天那个鸡汤我喝起我没得味儿的，淡啪啪的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心都黑到了哦，黑得打头疼，我心想糟了。”他又喝一下，哎呀，不得行，我今天可能是凉了，喝起鸡汤都没得味儿。哪姐，哎呀，那是鸡汤没得味儿嘛？他说他凉了，是我兑了那个白开水兑的，有啥味儿啊？还有个啥味儿噻？这件事啊，你要是不说，一辈子都没得人晓得。看来啊，你这个莽子妹儿啊，硬是一点儿都不莽，从小就聪明。哎，我那个一辈子啊，就聪明了那一会儿。莽子妹儿，过两天你请我喝鸡汤，不要冲白开水哟。哎呀，那啷得行？我给你原汤原味儿给你。要得要得。天哪，我们呢就定在人民宾馆，好不好？我们聚会一下啊，几点把所有人请到啊？一定要就是我们新郎，特别一把蔡小姐啊，蔡小姐要请到。蔡小姐这个人很好啊，多才多艺，有了她就活跃啊。蔡小姐啊，那个胖子是哪个吧？是个台商。台。哈，在这边给你介绍的那个大款嗦。是有啷个嘛？不是有啷个嘛？关你屁事！恁个老都不说哎，恁个肥怕要改你两个哟。你管爬，哎，哪个两说些嘛？你不跟我说，我就找他说。哎，你们等，给我等。几个月了嘛？才来十几天，没得几个月。哎呀，刘卫东，别个是贵客，你不要那个没得礼貌。贵客有好贵嘛？有钱都是贵客，没钱都是下贵客。我还不相信我们家里孩那些人，都钻到那个钱眼眼里头去了。你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？你才有神经病！哎，刘卫东啊，你搞错了。这位是台上刘先生，是我在南京读书时候的同学，知道吧？耶，张伯伯，搞了半天，结果是你牵的线搭的桥，说你怎么讲话的？你做好事嘛，也要看下人嘛。哎，不要只为了那个钱，害了别个某些人一辈子。刘卫东，你在乱说什么？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哎呀，我说那个鲜花呢，要是栽到那个泥巴头啊，哎，说得过去。哎呀，栽到那个一趴牛屎上噻，哎呀，有点糟蹋了哦。胖子，不要看到你有一身肉，那么你本手就帮不了我们了嘛。刘卫东，来，你搞啥子嘛？你小老弟，我服输好不好？我佩服你啊，有一种骨气。但是你连事情都没有搞清楚，你就把别个说成是六十八，你怕是有点不落脚了。搞清楚了嘞！哎呀，懂得起，你有钱，他有貌，市场经济很活跃，也不像话。刘卫东。你扎起一张嘴巴在那乱说啥子嘛？乱说！别个刘先生是家里头的老祖父，是回来寻根的。你啥子事情能够帮你嘛？别个那位先生是陪同刘先生来的外班的，你不信你问他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哪里？你今天对客人的态度很不礼貌，我要向市里面的有关方面反映。算了算了，都是一场误会啊，乡里乡亲的。今后答对的时间还多，哎呀！刘董事长，哎，关于贵公司的招聘广告已经在各大媒体见报了。哦，这是刘洋，
请国母。今天早上啊，我已经看到了报纸啊，你的广告设计得很好，今后啊，我的广告宣传就全权委托给你了啊。谢谢刘董事长。他是哪里的董事长哦？就是今天早上我喊你去报名应聘的那公司，重庆嘉陵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刘董事长。哎，别公司明天举行奠基仪式，别个刘董事长就是来请大家明天参加的。哎，报名没得？我报了啊。报名就对了噻。我跟你讲嘛，别个刘董事长原来是我们嘉陵行的人，看在同乡的份上，绝对收你，没得问题的。哎呀，你那个不早点说嘛！啊，哎呀，是早都早了，是你看嘛，我把你得罪了，又打到。刘董，你那哈明白了噻？你那牌啦，又打到了。哎呀，早晓得嘛，我是我。年轻人，知错就改啊。有事啊来找我啊。董事长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不好意思，你要晓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比你还要天。好好干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好好干。李老弟啊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次回来我感觉到了真情热情故乡之情啊，我这批肥肥的叶子我就叶落归根，永远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。莽子儿，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，那就是要代表我父亲呐，还清他以前欠你家的人情债呀。哎呀，过都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去提他了。我父亲生前多次告诉我，过去扣了你爸爸3个月的水脚钱，实在是不该呀。加上50年的利息，现在一并奉还，请你务必收下。哎呀，不，弄下去就不好了。我都过去了的事情，不能。你听我说嘛，你不收下，我父亲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呐，请你收下。这样我父亲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，这样就好了啊。哎，刘董事长，明天要举行奠基仪式，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庆贺一下，你说唱哪出戏好啊？这出戏嘛要大家来唱噻啊。不过昨天晚上啊，我激动得睡不着觉啊，因为这个投资环境太好了，所以我写了几句打油诗，再想了几句老腔老调，我想首先带个头，唱上一出戏，大家说要不要得？好要得，欢欢喜喜回了家。为了家参加西部的大开发，人们勤奋来处理，真心全靠你我他，带到祖国更富强，父老乡亲笑哈哈。扯皮两斤不过是鸡毛蒜皮，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，老子有一道金盆鱼，拉小弟说到做到究竟了，爱是你司机。
酬劳大家。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热球迷，比尔盖茨的龙门阵很美，百万